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感觉系佢好似成日都系会自己留喺屋企啊，静静地啊，睇下书啊，思考下咁样。咁咧，我打定底先。如果一阵间上到嚟，我哋两个啲 talk 咧，讲嘢咧系静晒咧 ，Daniela， 你哋即刻掌声好冇？得 Daniela 做掌声。試一試一試一下先，咁我就安心啦。咁啊，我哋就不如唱咗歌先。不讓任何人聽見，我會發笑，你會悠悠三年。
忍耐，擦下了等待，更衣的补补妆，想不起有恋爱。记住我所在，记住你不在，空空的车厢中等不到偶遇爱。该怎演，该怎写，大量剧情存在。所以我就唔呃大家啦，嗰度我就唔话系最后一首歌啦。咁而家咧就系真系最后一首歌啦。咁啊，最后一首歌嚟。阿生啊！系。系啦，最后一首歌《Ming Rundown》嘅最后一首歌。十点半啊嘛。咁啊。呢一首歌咧，可能好多人都因為個歌名咧，就會覺得應該擺喺成個演唱會嘅最頭嘅。咁但係我覺得擺喺最尾都好好喎，因為呢個 concert 完咗之後，就係新一章節嘅正式開始啊嘛。所以送俾大家正式開始，大家可以企起身一齊。知不知道天色都美好，专心忍